谁说新时代的姑娘家阿难得像朵花，我大笔将汉字落下，一派潇洒。新时代的姑娘家阿民族的门牙，调整好性别的时差，巾帼的天下。城市闹区的霓虹下没有竹篱笆，炊烟袅袅的神居人家也没有网吧。时代在调节变化，节奏在敲打，我突然想起木兰花。这西方钢琴跟琵琶到底谁强大，我偏爱唐诗里的晚霞，有家的牵挂。超市上赶的廉价陪东方文化，在这里撞击出火花。谁说新时代的姑娘家